姐姐，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其实挺心疼的，那么多年了都看见他很多的受伤，不只是腰啊、胯啊、手啊、头啊、颈椎啊。颈椎是什么？颈椎？翻译。颈椎，都是很受伤的很多。其实都是很心疼。他很多时候受伤都不跟我说，但是没办法，就只能祝福他，希望他工作的小心，不要有意外。那我今天也弄了一些东西来鼓励他。准备了一些鼓励的话。其实我背过的，但是我是有点紧张。我帮你拿着，我怕我看不见。好，我的站镜特别帅，五啊，对不起，再来哈。一二三，我的站镜特别帅，舞剑格斗都厉害，说唱跳舞也不赖，赢了你们别见怪，个个个个都喜欢他，但是他只爱蔡少芬。我其实唱歌也可以的。算了吧，算了，今天是哥哥，不是姐姐 ，OK。